想问一下，公众平时会观察一些好的表演，会说一个你印象特别深刻的表演处理，比如说你在看电影或看电视剧，中外的都可以。啊，我最近又重温了一下《汉尼拔》。我看了安东尼·霍普金森老师他的那种表演方式，因为和我现在可能饰演的徐斯稍微有一些相似。我觉得徐斯他是一个商场如战场人，在商场上非常老练的这么一个人，因为他在香港的投行做了很多年，毕业之后就直接去了，所以他在商场上对所有这种商场规则啊，对谈判拿捏的非常准。我正好也看到那一部戏啊，重温了第二遍看，然后我发现饰演汉尼拔的老师所有事情的一点都不带慌的，我甚至觉得他是反着来演的，非常从容淡定面对一切，可能就是一个眼神的转换，能立马 get 到他其实想要表达的潜台词。有的时候我是觉得要在台词上做点减法，一个眼神你就能让观众体会到你想表达什么就够了。其实表演就自己去感悟吧，看多了就懂了。